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14 ጊዜ እና ሰዓት ልምምድ 现在几点? 7点半 现在几点? 7点半 现在几点? 7点半 你几点起床? 我早上8点起床 你几点起床? 我早上8点起床 你几点起床? 我早上8点起床 你几点吃早饭? 我8点15分吃早饭 你几点吃早饭? 我8点15分吃早饭 你几点吃早饭? 我8点15分吃早饭 你几点上班? 我9点上班 你几点上班? 我9点上班 你几点上班? 我9点上班 你的孩子几点上课? 我的孩子7点半上课 你的孩子几点上课? 我的孩子7点半上课 你的孩子几点上课? 我的孩子 7点半上课 他几点下课? 他下午4点下课 他几点下课? 他下午4点 下课 他几点下课? 他下午4点下课
你的妈妈什么时候来？我的妈妈明天来。你的妈妈什么时候来？我的妈妈明天来。你的妈妈什么时候来？我的妈妈明天来。